兄弟们辛苦了，这是天师大人特意送进来的军纪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侯府夫人。侯府，侯爷得罪了天师大人，已经被贬为庶民了。一个贱婢也敢咬我的大爷？青花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让我陪在你身边。从前我需要你，你都不在我身边，往后不会再需要。前尘已忘，万山万水为幻想，秋已过，冬来相识，落在谁发梢？黄泉。伸手碰了本座的夫人，本座就把她废了。本座还在你身上设了禁制，你不能接近本座的夫人10公里，本座不想再看见。